查一下今天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的请举手。第一次来这个手，哦，还不少，一二三四，哦，好多位，好，好，那我突然感觉到有被疗愈的感觉，我有了价值。好，第一次来嘛，不要担心啊。那先讲个秘诀，对，那等一下各位要开始黑客松的时候，你们可能就会想找位置坐下。那坐到位置上的时候，请确保三个要素。这三个要素可以让你在跟别人讨论的时候思绪清晰，就是你要先保持你电脑电源 OK， 不然到一半没有电源就会跑走。那网络一样 OK， 这是一定的嘛。那还有饮食的话，一般都是建议 OK，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会议室内禁止饮食饮水，所以如果你带杯子的话，请记得要盖上杯盖，然后不要泼洒出来。包含我们这个地方也是禁止饮食的。那再来是电源呢，请尽量大家找路边旁边的延长线，然后聚集在旁边，这样可以确保你的电源无虞这样。网络的话，请大家在加入网络的时候选择 AS Guest 那个网络。然后呢，你刚开始进去的时候，你可能会不知道为什么要突然要登录账户密码，请往下拉，会有一个申请访客账号，然后就可以申请访客账号。申请完以后就可以直接先登录了。但是登录后呢，请记得呢，赶快先去收信哦，大概那个信件有时候可能等个十分钟才会到，我今天早上大概等了15分钟，然后到了以后记得去点它进行确认，不然你一个小时后你还要再来做一次一样的事情，会很累。那接下来来讲一下黑客松大送的流程。那早上的部分一般来说就是提案者自主提案，那有很多人其实都已经到现场准备，等一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荼毒大家的，然后再来是说参加者自我介绍。那再来是所有分组实作跟讨论，还有下午5点的成果报告。好，那更正一下，其实也是图图啦，因为其实参加的时候还蛮开心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黑客松常使用的黑 folder 这个资讯会诊的界面。那在这个界面里面呢，你点进去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有点不知道这个是在做什么。那事实上这个界面已经停很久了，可以看到这个投影片从第11次黑客松使用到现在都没有变过哦，这个界面是非常稳定的。那接下来左边是相关资讯的目录，然后在右边的部分就是黑客松的一些内容。那么如果你第一次来的话，请看这个目录的左下角这个地方，新手教学。然后特别说明一下，如果你是手机的话，你打开来你可能只看到右边这一栏，那请把荧幕往上拉，会有手机上面会有一个下拉式的选单，那这个下拉式选单拉下来就可以看到左边一模一样的东西。那如果想发起专案的话，请看左边的提案流程这个地方，还有告诉你要怎么做提案。那在左上角的话有新专案专用的模板。那如果你是想要继续上次的工作的话，那你就把专案摘到这个地方来。如果今天有人有兴趣，他就会自己来参加这样。那这一次的 headquarter 是这里，我已经更新过了，欢迎大家扫一下。哦，有人要扫吗？那如果不会用 HeadPad 一直进不去，然后一直看到这样的画面，噔噔噔一直跳出来很烦的话，请点这个地方登录。那我个人会推荐用 Google 跟 Facebook 的账号登录。那进登录以后呢，你只要在地方，自己输入就可以了。那如果很安静，可是你又需要帮忙的话，你又不好意思，大声嚷嚷，那就请上 IRC 和大家聊天。那左上角这边有聊天室的入口，但是并不推荐。我们请大家使用 Slack。Slack 其实算是蛮好用的东西，请到join.gdmv.today 这个地方，然后输入你的 email， 然后它就会寄一封邀请信邀请你加入 Slack。那进入以后大概就像这样的界面，非常漂亮。然后再来就是最后就是术语说明，坑。入坑，这个应该是在这边最常听到的词。那坑其实就是一个需要处理的工作。那比如说呢，有时候你在 HeadPad 底下，你会看到有人说需要界面设计，需要资料，需要帮忙设计作业流程，基本上这什么都需要的。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坑，叫做是坑。那如果你在 IRC 上看到有人说加加的意思，就是说你做得很好的意思。那如果你不是资讯人的话呢，有一篇文章叫《GDMV 跳坑术：非资讯人参与指南》。那这个好，我以后会补网址的，对不起。那谢谢一趴。那如果两个月才做一次大松，等不及的话呢？那么其实 GDMV 有闲时里有各种神奇的松，
那像什么朱松团啊、某扁松啊、和悦主席，然后前端设计松，前端设计松还有没开吗？好像法律松也没有再开了，不要紧，没关系。如果你愿意，你也可以自己揪一团哦。那最新的就是卧槽的那个开放不会松，然后好像下个礼拜还有一个松，刚刚才听到的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有那些松。对，那也黑客松自己开，所以。当然，如果还是有很多不懂的地方，就是欢迎大家提问啊。好，那好，那大概是这边是社群讨论事情的态度，主要来自 Cross Cup 新成员的手册。那我就不念一次了，念一次的话应该会很像那个信用卡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最后刚才 Bookman Go 30分钟前，不是30分钟前，好像已经开了，所以很容易开始宣布，只是这个松感觉会 Bookman Go 开放。黑客松，好，好，谢谢大家。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真的有了，真的有了，好棒！跑掉了，底牌人跑掉了。我又一次的感觉到疗愈了。底牌人跑掉了。